家好，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今天的特邀嘉宾了，泽谦，先给大家拜个年。好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我是来自香港的魔术师曾泽谦 Louis， 大家好。欢迎泽谦来广州过年。在我进来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电视节目。哦，老广的味道。泽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广东卫视自制的美食纪录片，每一季它上线的时候都有超高的点击率，我们都管它叫下饭神器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有灵感？有一点。除了这个节目以外呢，我还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个。哦，要吃包子啊？不是，包子呢先给你吃。哦，谢谢。我也喜欢吃。好啊，你也来一个。我看到这个锅子很特别啊，好像应该有点东西可以研究一下。还有你们两位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好，先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来，过来这边。这，咱站在对电视机前面。啊，先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锅子好了。哦。首先是一个透明的盖子，一个内胆，还有下面呢有一个叫做底座。好的，你们可以帮我拿住吗？可以，拿住，好的，好，先放在这里。好的，这个位置，不要动，遥控器。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了。好，遥控器给你。好，待会我叫他按快进，之后你在不看的情况之下，随时叫停，可以吗？好，按快进吧。好，随时可以叫停。哎，我们看到一个菜。哦，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是金丝球。都知道这食在顺德，厨出凤城嘛。这个金丝球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道创新的顺德菜，因为它的样子你看金光闪闪，然后圆滚滚的，所以寓意的就是新的一年我们就可以腰缠万贯，然后财源滚滚。你形容的真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食物呢还是应该现场品尝才是最好的，所以我决定把它转移过来。可以吗？试试看，我们先看好屏幕。哎，像是的。哎，再看一下锅子。哇，它真的变出来了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我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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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已经闻到味道了。对，好香。可以吃吗？真的？当然可以啊。给我一双筷子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尝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问你，来，大口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香，对不对？不错吧？闻到那个香味了。对，放回座位。来，可以可以，大家都尝一下，尝一下。来，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尝一个，咬一口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好精致呢。那大家慢慢享用，我再接着带泽谦上到我们450米的这个观光平台去看一下我们广州的夜景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慢用，泽谦，走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上来之后真的有点冷啊。对，你还带了外套。对呀，对呀，我有备而来。我也有一个帽子。那你赶紧戴上，对，别着凉了。你看，站在这个地方，放眼出去，360度无死角，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的夜景。我们来登高望远，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。但是我想这样子，用魔术去换个角度看一下我们广州的夜景。换角度。怎么换？不要急，很简单。你先在那边等我一下，好吗？哦，好。哎，各位，魔术师要表演新年节目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起来。Thank you.
你真的跳绳啊？天哪，他跳绳！这上面的风景怎么样？上面的风景实在太漂亮了。你们会想看吗？我们看不到啊。很简单，雷子，把那手上两只牌干给我，可以吗？哦，好，你帮我录下来。对，这样，录下来哦。可以，准备。这里实在是太美了。现在我就在广州塔顶部的半空中跟大家拜年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步步高升，一飞冲天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